不少香港人都好喜欢去泰国或者马来西亚旅行，去得多甚至乎想在当地定居添啊。但是若果要在这两个地方生活，好像买楼、医疗、帮小朋友找学校等等，原来入面有很多细节要留意的。我觉得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如果你有小朋友又想去读国际学校，你又读不起香港本地的国际学校，这两个地方就真的可以选的。或者你想你的小朋友成长得开心一点、轻松一点，你花少少钱就可以买到一个这么快乐健康的成长环境了，第二天你就搬回来香港住咯。那起码在他成长的过程已经享受了先。大家因为都不可以享受本地的福利，那就必须要读国际学校了。很多时还有你去到都未必会习惯本地的学校啦。那现在呢很流行大家读一些 IB 的课程，在马来西亚来说又有36间 IB 的学校，泰国就有25间。很多时候我都听到大家说、哦、马来西亚便宜一点，其实我又比较过很多间 IB 的学校，其实他们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收费都是差不多的。某一间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，它的 Grade 12的学费一年是90000多元，即是差不多17万多港币。而在泰国另外一间同样的级数的学校， Grade 12的学费60多万到70多万匹到，都是17万港币。大家差不多，反而呢大家要揀国际学校的时候呢，揀下佢嗰啲好多背后嗰啲杂费啦， application fee 啊、 enrollment fee 啊，或者係债券啊、 deposit 啊咁样。反而你哋要睇呢啲，唔好淨係睇个学费。喺马来西亚读书同泰国读书呢最大嘅差别係咩呢？马来西亚呢普遍呢英语水平真係几好㗎。我以前有好多马拉同学我都请教佢嗰啲英文㗎。其实近代泰国人嘅英文呢接受良好教育嗰批呢都好犀利㗎。咁但係普罗大众呢嘅英语水平都是有限公司的，但是读得国际学校呢你就不需要担心，因为你的同学仔都比较多元化，分分钟识到一些非常之好的人物，或者一些国际大机构 CEO 的子女，或者一些、领事馆啊、高官啊或者官员这样，那他生活圈子可能将来会比较阔一点。所以这个在泰国或者马来西亚读国际学校的优点来的。马来西亚和泰国呢根据2019年呢全球退休指数来说呢，这两个国家呢都是排很高的位置的。在物价上面呢，一对夫妻在马来西亚包埋租金啊、平时正常使啦，差不多1500到1800美金到啦。泰国呢就贵少少，差不多1800到2000美金到。咁其实最取决于咩呢？你个住屋的成本。这两个地方楼价呢都便宜过香港很多的。譬如泰国来讲呢，讲紧大约啦5000多美金一平方米啦，即是3000-4000港币一尺度啦。马来西亚呢就讲紧3000-4000美金一平方米啦，2000-3000港币一尺咁样啦，相对比较低一点的。马来西亚的楼价是便宜过泰国的。咁但是如果讲保值呢，根据市场上很多房产的报告，泰国的保值率呢就会高一点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马来西亚其实有太多的供应的。甚至乎你外国人呢规定要买100万 ringgit 的楼的嘛。咁依家政府都諗緊減價，希望可唔可以去多堆貨。租就好平喎，租個三房嘅係泰币36000啫。馬來西亞嘅三房都係講緊2000多元到3000元 run 嘅，即係其實大家都係差唔多嘅。咁但係講緊三房嘅係1000多尺嘅三房㗎喇喎，唔係我哋好似香港嗰啲600尺嘅三房喎。買得嘅物業係希望保值㗎嘛，咁就唔好貪平啊，買一啲好遠嘅，譬如好多朋友香港嘅朋友買咗喺 Sukhumvit 好遠好遠嘅地方，租金嘅回報啊，或者嗰個樓價嘅升值係咪咁高？我近呢幾年睇到都好似唔係，反而泰國朋友成日同我講，佢哋依家最 hit 嘅地方就喺河邊，挖個新商場或者喺河邊嘅，咁嗰度嘅樓咧係賣得好快嘅，好好嘅。同埋我都發覺好似冇乜呢啲靚位嘅泰國物業喺香港賣嘅，靚位根本就唔需要，本地嘅人已經搶曬嘅啦。揀位置咧係冇得輸嘅，當然金額就會貴好多啦。但係將來有一日你唔賣佢，攞嚟做租金嘅收入都有一個穩定嘅收益嘅。其實咧，泰國買樓另外一樣大家要注意嘅地方咧，就係有啲成棟嘅 condo 咧，佢一定要有一定嘅百分比咧賣俾本地人嘅，唔可以成棟賣俾外國人。但係佢呢個就冇乜太大嘅價格差異嘅，係比較合理啲嘅。咁另外咧，如果你不是泰國的公民或者永久居民，你是不可以買地或者買 house 的。但是我最近發現有些樓盤是可以買 house 的，我都了解緊，因為我有些泰國的律師說，咦是的，很有趣，我們都去了解一下，第日我了解完再告訴大家。但是在法例上嚴格上你是不可以買屋的。KL 買一個靚啲嘅 condo 咧都要70-80万 ringgit 嘅，咁但係政府要求外國人買100万咧，個問題就喺呢一度啦。大家要小心去揀一啲物業，如果嗰棟樓1樓到10樓係賣俾本地人嘅，差唔多50-60万嘅啫，而
上一層即係11到20樓係賣俾外國人，要賣100萬，咁你見到個水位喺度咯，咁你買咗你個差價咪永遠去唔到嗰個位咯。我做咩要買你？我買翻樓下咪得咯。咁所以最好買一啲貴區，又係去翻100萬或者以上嘅價錢。譬如喺 KL 喺市管區貴重物業咧，係買少見少嘅，係值得去考慮嘅。呢兩笪地方希望大家唔會慾到啦，即係睇醫生真係有五星級嘅享受嘅，有人戴白手套人幫你開門啦，一落車就有輪椅車你去登記啦，一級嘅享受嚟嘅。咁呢兩笪地方咧，你都可以買醫療保險嘅，尤其是如果你申請第二家園，佢直情規定你必須要買醫療保險添啦。泰國咧就冇呢個硬性嘅規定，但係我都建議大家買嘅。咁可以比較一下，譬如喺馬來西亞，我哋做一次牙齒嘅檢查差唔多$9啦，做一次洗牙大概$15啦，平嘅都 OK 嘅，都係私家醫院我講緊。喺泰國嚟講，我最熟悉嘅，因為我喺泰國睇眼睇過幾次，如果做普通嘅 check up 啦，1000到1500度啦，我整埋個眼嘅手術都係大概$600度。好多人都有個誤解嘅，覺得馬來西亞同埋泰國嘅醫療唔及香港。馬來西亞近呢幾年嘅 healthcare system 咧，喺亞洲嚟講係排第一位嘅。而泰國的醫療咧嘅水準咧，同埋個質量咧，喺國際嚟講咧，係全世界排第6位嘅。佢係真係一個低成本、高質量嘅醫療體系。所以點解有咁多人老咗會去泰國睇醫生啊，或者係做身體檢查啊？我曾經睇眼嗰個泰國醫生係幫泰王睇嘅，佢喺美國好出名嘅醫學大學博士嚟嘅，佢亦都嚟過香港嘅眼科醫院做過嘅，都係收$200診金。你揀馬來西亞又好，泰國又好，醫療方面你真係唔需要太擔心，最驚冇錢。福利啦，大家都唔使諗噶啦，冇乜福利噶啦呢兩個地方，因為你唔係佢個永久居民，又唔係佢個公民，咁所以其實原則上咧，最緊要自己有錢，咁啊福利咧就自己俾自己啦。除了一線城市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住呢，其實現在在馬來西亞來說，很多人都會講檳城啦或者怡保啦，因為這兩個地方都發展得很快啦，我想生活成本便宜，吉隆坡可能20到30% 的，很厲害的。泰國的話呢，除了曼谷之外呢，我覺得清邁真是一個很首選的地方，因為天氣好啦，空氣污染非常之不嚴重，起碼早上起身我都覺得鳥語花香的，真是退休不錯的城市來的。還有它又不會煩囂苦熱鬧，但它又有生活所有的必須的機能，房價生活費又很低，都挺好的。但如果你說去到青萊啊、華欣，我自己覺得呢，香港人有時候未必會適應得到了。還有這兩個大城市呢，曼谷和吉隆坡呢都有地鐵啦，相對來說在公共交通方面都可以接受的，都問題不大的我覺得。但是泰國真的它的塞車呢真的實在太嚴重了，所以我鼓勵大家坐地鐵，因為它的塞車真的可以塞好幾個鐘的。衛生問題啊，我覺得香港衛生問題仲嚴重喎，去到泰國和馬來西亞的公共洗手間都比香港乾淨。泰國都有一個公共衛生的問題，文化水平冇咁高的人咧，都周圍掉垃圾啦。如果你講整體衛生環境的問題，泰國又好或者馬來西亞都好啦，都係睇下區份咯。當你了解當地的情況，可能有些區你是不會去的，或者盡量避免去呢。第二，夜媽媽找到個伴同你行街，或者不要行啲太靜的地方，這個去到全世界都必須要注意的啦。根據我自己在泰國或者馬來西亞這麼多年的經驗，一些很多馬來西亞朋友講返，其實這兩笪地方的治安其實都不差的。馬來西亞咧係有排華嘅前科嘅，咁不久嘅將來或者係長遠嘅將來會唔會有？我希望佢唔會有啦。咁呢啲我哋大家都估計唔到嘅，太政治性嘅情況。但係蘇花今日馬來西亞政府又好，當地嘅馬拉人又好，都開明咗好多，網絡嘅世界大家都互通咗好多。我覺得呢個機會會少嘅。泰國咧就原則上係真係冇排華嘅，泰國好多依家第二代、第三代都已經係做咗政客啊，喺商場上係成為一個非常成功嘅領袖啊，喺經濟上有重要嘅位置啊，泰國人慶祝農曆新年都好熱鬧、好犀利下嘅。咁所以其實呢兩笪地方你講種族歧視，即係馬來西亞同泰國，其實我覺得真係唔需要擔心，反而學好當地嘅語言，多啲同本地人溝通咧，反而係一個好實在嘅情況。Slow, slow, very slow。 這裡的人做事的節奏是很慢的，還有呢你要預算無論馬來西亞好泰國都好，都有個特點的，你去公家單位辦事問下 A 君就 A 君的答案， B 君有 B 君的答案，你可以問20個人有20個答案的。因為很多時候大家會見到一個地方的美好，因為你去旅遊你的心情又好，你去到旅遊區最頂級的 service， 當你真的在住的時候就會有很大的落差了。我有個朋友哇，在馬來西亞每天都是夜遊頂不住了，
我翻嚟香港買啲花生油啊，或者芥花籽油啊，咁就過去嘅。所以有陣時有啲生活上嘅咧，就真係好過人，你又要適應啦。當你真係住喺度嘅時候，你就有好多 unexpected 嘅嘢會出現，即係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啦。馬來西亞有一個好特別嘅地域性文化，因為拿督嘅文化喺馬來西亞都幾深刻嘅。當地嘅勢力或者當地嘅文化、政治啊嘅嘢，你一定要注意一下。咁喺泰國嚟講咧，尊卑咧係非常之嚴重嘅，對老人家、對長輩必須要敬重嘅，禮貌係好重視嘅。其實依家泰國人好唔中意一啲外國人嘅原因就係因為個禮貌嘅問題，因為泰國人其實都好和善嘅，你激得佢嬲咧，你都好犀利噶啦。佢哋個輩份文化係好深厚嘅，甚至乎我覺得已經嚴重過日本嘅。馬來西亞齋戒月嘅時候，你真係大家都即係我唔可以話唔食嘢嘅，但係即係 KL 已經比較叫做開明啲嘅，因為比較國際化啲。泰國反而呢樣嘢咧就比較少啲嘅，但係女士盡量唔好直接接觸到僧侶啦。泰國同埋馬來西亞喺宗教上所產生嘅文化，大家唔係太熟悉回教嘅特性，咁所以大家可能真係要學習一下。咁泰國因為比較佛教國家啦，香港都有好多佛教徒或者係對呢方面有一定嘅認識啦，相對嚟講好啲嘅。同埋其實佢好多文化習俗咧都好中國人嘅，譬如拜地主公啊，逢年過節拜神啊，甚至乎我去過一啲喪禮啊，嗰個文化接近華人嘅。咁所以大家都要尊重當地嘅文化咯，同埋講嘢細聲啲。好多時候香港人去到外面講嘢咧，都比較大聲，因為香港噪音大啊，咁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啦。無論泰國又好，馬來西亞又好，係好好住嘅地方，我都成我自己都好中意呢兩個地方。但係當你係移居不移民嘅時候，你要諗下，有一日你老啦，又冇賺錢嘅能力，或者賺唔到錢，個身體又唔好啦，現所公司又唔肯再保你嘅 medical， 咁你唯一嘅出路就係翻嚟香港嘅啫喎。無論泰國同埋馬來西亞，我覺得佢係一個短暫居留嘅地方。咁所以移居不移民嘅計劃，最大嘅問題就係老嚟你又人又老，錢又冇啦。當地國家唔會照顧你噶嘛，你完全咩福利都唔會有噶嘛。退休都要講錢噶嘛。嗱，如果你本身冇退休金嘅，冇長糧食嘅，咁你淨係搣嘅時候，咁你可能就要做股神啦，你就要投資好多錢啦，有好多回報好穩陣啦。或者有啲人就會趁依家有錢，咪喺泰國買多幾多層樓，喺馬來西亞買多幾多層樓嚟到收租咯，或者香港買多幾多層樓嚟收租嚟支持自己嘅退休生活咯。所以其實移居不移民，你就要有好好嘅財務安排啦。